多东西你要想打这个死结刀还是不容易的，能打还是不容易的，很短时间你还要快速反应决策还是挺跟乒乓球有点像，那个跟你站得很近的话球很快一过来你到底是接的还是有点出去，你稍微那个碰地的话其实很短就飞掉了。乒乓球的问题主要是我是有点困扰了，就跳高球开始了，就是乒乓球的它的好处就是说你贴在那个台子能左右都能够服务到，就这么高的话就半个稍微大一点，这儿来这儿来，他那天晚上都看他那些 play 的水平咋样，还是不是他这个步伐，就是我们的，就是说你要看他的步伐在前面的话，反应过来。整场的奥赛好了，啊，我先打奥赛好了，好 ，OK， 因为我怕一脚跳太多就会我要。